卡罗，美联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篮网于自家主场战热火，篮网靠着卡罗 Mark Harrell 与年轻后卫丁维迪 Spencer Dinwiddie 合攻41分，两人率队以101-91击败东部排名第四的热火，迎来胜利。热火在半场结束时还保有十分领先，一篮后进攻端却突然宕机，篮网趁势急起直追。第三节结束时，二队仅剩下两分差。末节，篮网靠着雷佛特 Caris LeVert 卡罗领衔，上演逆转秀，最终以101-91十分差收下胜利，顺利终结球队三连败。此役篮网四人得分上双，卡罗攻下全场最高26分6篮板，丁维迪15分，板凳出发的雷佛特、莫兹戈夫、Timofey Mouv 各砍12分，罗素、丁。热火方面则由白边怀特赛德 Hanson Whiteside 两分13篮板的双十成绩最佳，卓吉奇 Karan Dragic 17分4篮板4助攻次之。